偷拍我们照片啊，我很担心啊。对呀、啊，糟糕的狗仔队一来，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、啊？所以我就请线还要大。哎呀，你喜欢台啦？对呀、啊，你糟糕了，你怎么会出现？怎么会殴打计程车司机呢？啊？殴打 taxi？ 不是这样吗？哎呦，马 Q 又上身了。都误会了。那为什么人家司机也没干嘛？你为什么打人家还踹人家呢？有啊。是马奇哦，我是马奇呀。啊，马奇哦，那会好，我们要鸭子了。哦，鸭子最近都忙什么？有没有出门去到处去走一走啊？都没有出门哎、欸。为什么不出门呢？我都叫不到计程车。神经病，你打人。不过没关系啦，我们当艺人呐、啊。嗯。哎，只要有事情就 OK。对啊，以身作则啦。对啦对啦，那我是刚好在过年前夕啊、一个误会，多好笑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我怎么可能跟人家打架？不可能，对不对？我心中就是人脾气很好。结果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样？我们就在那边吃凉面啊，因为现场还有很多艺人朋友，还有萧亚轩哦，还有柯震东哦，哎，他们都是算是绯闻男。这可以说吗？啊，对，这可以说嘛？不是，要说的哎。哦，对，我还讲出来啊。哎呀，我因为我把大家当作是我的家人哦，家人。大年初一，大家一家团圆的感觉。所以没关系，统统讲出来。他来讲家。对，是我们的家人，因为是外人，没错。对。但是我的家人里面也有当记者的。好可怕呀、啊！
刚刚我看有一个专业相机哦，那个可能明天就会出现在各大华人报纸里面。哇，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也是一个诚信的好机会。那既然前面都讲了，后面怎么样？还有那个有没有拜犬女王那个杨锦华也在哦，修补一枪，很多个好对对，然后嘞，那现场包括九力、蔡依林、蔡依林是很远的一桌，哎、哦，他们家一桌，哦、周杰伦，哎呦，这个能抢？都讲了，都讲了，好，现在前面讲的是真的嘛，哦，后面讲一些假，不管雄心怪，清醒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老师，这个歌你没听过了，怎么突然间弹出那个真正的阿比 opera 的感觉？恩怨雄心外，情深，最后我来一张纸情，恩怨雄心你的爱情，遐尼啊冷，恩怨雄心外，情深。最后我来一张纸情，甘讲天注定爱你一生，真心我绝情，我绝情。金虫耶！哦，怎么说金虫出动？喂喂，那个不叫，那个不要讲，过年期间，蛇带叫大虫。大虫。对。啊，金蛇洞、okay. 洞，洞口好大。但是我们现在要讲吉祥话。吉祥话。洞口的，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要别人大，偏偏洞口要大？来来来来，我们这个 casino 的老板要交代，是吴宗宪要来 Jackie Wu come here。吴宗宪要来，讲太黄的我们不敢听。对啊，但是讲不黄的我们不要听。好难哦。所以我很难演，你知道吗？金蛇出洞一定是大蛇嘛？对，哎，对啊，对啊，那蛇那么大，洞口一定要大哦，合理合理，对呀、啊，当然家具那么大，房子那么小，它塞得进去嘛？对对对，有道理哦，金蛇越大越有财富，好像那么多，洞口好大，大，我讲个比较正经一点的啦，好不好？大吉大利，哎，漂亮，这个好，大吉大利，哎，这个利多是什么？利多是多，利多，你才是多啦！利多出尽啦！利多出尽，这个不行，要利空出尽。哦，为什么？今年的股市整个会好起来，好吧？整个经济状况，对，利空出尽，把不好的都在去年丢掉。哦，今年可以啊，有了，进进，人尽可夫。先哥，你他说这个，这个是我最想要。哦，你还叫嫖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看见他自然就有这个啊，算了，那不行，而且你的镜在第二次，而且镜那个字又不一样，我讲一个啦，哦，好不好？进进出出，不是。解释，不是进进出出的，他这个应该是做那个进出口贸易啊，贸易商啊，有没有？进出货物的，对对对，手那么大，洞口一定大啊，一定要进进出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不敢对。哦，好了，就这样了，就这样啊，先来一首歌来。好。应该是我下去跟大家 say hello， 你们直接就下去了。哦，我们刚唱的太开心，以为是我们两个人的个人演唱会。好，对，好，来，我们底下场灯稍微开一点点，好不好？让我可以看到底下的朋友啊。我们等一下有一首歌叫《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》，我唱那小姐，你们就跟我唱小姐啊。对，哎呦，这么多人，好多人哦！哎呀，天哪，对不起，我刚刚没有认真演啊，我以为只有前面这一堆而已啊。哎呦，我的妈！这灯开的蛮多人。对呀、啊，过年在家里闲着也没事，就来这里坐在那边吹冷气也不错。上面也有一些朋友在上面呢、欸。上面是吗？对啊。啊，有哎、欸，真的真的。导播啊，音控啊，是吗？没有这个收音啊，太感动了，都坐在上面听，对不对？他说今天啊一定会爆满的，我说怎么可能啊？芝加哥才华人多少，对不对？会不会在底下都是啊这个有色人种啊不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全芝加哥华人都已经聚集在。我问那个老板说，万一没有人来怎么办？我很担心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没有关系，我们这个除了现场观众，我们后排全部。会安排一些 homeless， 哎、欸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
无家可归了。我以为 homeless 是房子很少的人。游民吗？是吗？哦，就是哦哦。其实不要难过，我们今天这乐队这四位也都是 homeless。喂，是吗？我五位的，这唱好了，我等一下唱来小姐，你们就跟我一起唱，好不好？哦，今天就当做同乐会，而且我还准备了红包要送，好不好？好大哦，金额也非常的巨大，非常大，宪哥的红包一定很大，对对对，每一包啊，啊，每一包，每一包，每一包，高达上千元哦。千元以上，一千元美金等于，哇哇，哦，上千美金啊，大概是一万多美金，还不赶快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哥。没有错，哦，一万八千元的美金，但是我拆成一万包，一个人分到，不是啦，180块，不止。不是，诚意最重要，啊，对， 对， 对，是不是诚意最重要？里面金额重要吗？重要的，哎，那边啦，重要的，鸭子赶快去报警，说这里我们被抢劫了。回来先唱一下好不好？那个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我们来唱一下，可以的话跟底下的朋友同乐一下哦。你们要听到你们歌声很大声 ，Go， 耶！晚上我坐在东区收过钱，看到很多辣妹坐在我的身边，男主们看我一眼，我的眼睛总是在他们的身上转呀转，我的脚步也一步步向他们接近。小姐小姐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还有不错，勇气向他表白我的心，他对我总是不理不睬，继续讲着他的那个那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但他始终没睁眼看过我一次。小姐小姐小姐，这是我的名片，小姐
名片。